谢谢你们支持，要继续哦。Good morning， 欢迎收看千涵的晨间客新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：上半年转盈去年，16家资金避风港。台股贯破季线，在多头信心受挫后，市场对后市看法转趋保守，将焦点转移到半年报表现优异的个股。据统计，在超过1800家上市柜公司中，上半年转盈去年的有121家，其中外资上周五及上周整周都同步买超的共有16档个股，包括华航、系统、长荣航、基泰、润龙、华夏、雄狮、新复星、富野、美雅、凤凰、一泉、韩舍、南港等。专家认为台股这波整理时间可能会到8月下旬，建议此时可留意第二季季报及半年报优异股，不过投资人仍要留意个股位阶，对于股价仍在高位阶者不建议加码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。以上资讯仅供参考，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咯， Goodbye。